这个其实逻辑上跟刚刚在 Excel 里面的还蛮像的啦，只是说你可能要转换一下啊。所以为什么我们先从 Excel 函数开始讲起？因为你那个比较习惯，而且你会比较容易理解。再跳到这边来，你会比较能够，好像至少会有一个，先暖个身吧，哦，不然的话一下子讲这个，可能很多人就头晕的，哦，不知道为什么，哦，啊，两者其实是一样的东西。那只是说呢，你可以用前面的方法，你也可以用后面的方法。只是说后这个方法是一键可以按下去就全部完成，可是，一键要怎么能够完成？目前只会输出一个储存格。那如果你要输出第二个储存格的话，那你要怎么做？哦，可能你像 Ctrl C，对不对？哦，然后 Ctrl V，然后怎么样？把这个改成五，是不是？哦，这边改成五，哦。不过这样可能要改到103的话，哦，啊，可不可以输出呢？你试试看哈，哦，这样输出两个，哎，有了对不对哈？那再来6怎么办？再继续改，哦，当然不是这样啦。所以在 VBA 啦，或者是其他任何语言，都有一种概念叫回圈，啊，那个回圈其实就重复帮你跑一个变数。那个变数的话，哈。就是可以把这个列的有没有四五六七八一直到103，因为为什么103呢？我们这边 Ctrl 向下103，好，所以我们应该已经知道这个范围。那我要怎么刚好输出？所以哈，你接着呢可能要学会，不是一直复制贴上了哈。所以如果没有回圈，那真的，所以 Enter 一下。那写回圈的话哈，第一个一样。在上面先写好，按个 Tab 键。那以后回圈呢，一定是 for 的叙述，这个 for 回圈呢，空一格，i 是一个变数，这个 i 的变数是自己取的啦，不过是习惯上用 i 等于，它会在哪个范围变动？是空一格到103这样的叙述，哦，反正是慢慢直觉啦，不过也许你慢慢就习惯了。Enter 两下，打一个 Next。Next 是 Next i，意思是说四五六一直跳，那所以你可以再把什么，再把中间这一行怎么样，把下面这一行啊搬到上面它的中间，它才有办法在这里面跳动。那因为呢，它是在这两个的下一阶，所以我习惯按个 Tab，就是这样会比较有阶层。所以以后如果你还有很多层、很多层或者很多个回圈，你就一层一层的就一目了然哦，然后再来怎么样呢？再把它改成什么？哎，改成 i，对，这样的话呢，基本上呢，我们程式就写完了。好，OK，应该可以看懂啦。所以你刚刚那个输出看起来好像很厉害，很多东西，实际没有，就是一个回圈加一行叙述而已。好，那我们试一下哦。跑完之后的话，哈，你把它移到旁边。然后呢，游标放这个范围的中间，按下上面的执行，全部就输出了。好，哦，啊，再来我们会需要第二个按钮，清除。那其实清除可以拿这一段哦，复制下来，改成清除。复制应该 Ctrl C Ctrl V 啊，不过我习惯是按 Ctrl 键。这边呢，改成叫清除。那差别在哪里呢？其实哈，哦。就是输出的东西，我们上面是输出后面的这一串。那如果我要输出清除的话，清除的话，哈，在无论是 Excel 或 VBA 的叙述就是什么，这个东西，哈，这个叫空字串，意思就是没有东西。那没有东西就是清除啦。OK，所以哈，我们其实把上面复制下来，改这个，改这个。哦，啊，这个很重要哦，因为很多地方都会用到，像取代成没有，取代成没有不是空下来，取代没有就指的是这个哦，没有字串，OK，没有文字了哦，OK，清除哦，好，我们来试一下哦，所以这个地方移过来有没有？在这个程式中间点一下，按个上面的执行，OK 了，好，有没有？所以其实程式就这样而已啦，应该都是可理解的。那最关键的就是这个 sales，哦，所以以后会不断出现它，因为它就是储存格。
那前面是先列，后面再栏。那因为这个列号会不断变动，所以会不断改变。好、哦、啊，清除的话就这样。那你做完之后呢？当然你需要把它变按钮。所以哈、哦，按钮部分的话，你可以在旁边插入这个刚刚做过的拖拉一个什么放开门号就出现了，有没有啊？其实你会发现它跟聚集放一起啊，因为对它来说其实都是 sub， 所以一样会出现，那把门号两个字复制，那做法都一样，所以你可以把它怎么样贴上，然后再拖拉啦。不过像我的习惯哦，你们有没有发现，你再拖拉一个，再怎么瞧都不一样大，对不对？我已经很算是很精确了，看不太出来。所以像我的习惯是怎么样？我做一个之后哈、哦，我会把这一个按右键复制，用它怎么样？ 去做修改就好了，因为我要跟他长一样，我只要做什么呢？复制贴上之后呢，哈，移动一下位置，按右键哦，重新指定聚集，让它变成去执行清除，让它名称复制好之后，再把这个名称更改。这样的好处就是，如果你有很多按钮哦，你就不要再重拉，不然每一个都哇有大有小，看起来好像不太规则哦，所以。 这样的方式的话，输出、清除 ，OK 哈，就做完了。所以其实程式好像也没想象中那么复杂了哈，而且都是可理解的哦，都在这边嘛哈，所以这些都不是背起来的啦。哦，那也就是说呢，以后的工作啦，其实我只要知道我要做什么，我就可以把我需要的物件打上去，然后呢跑一个回圈，事情就搞定了。 好 ，OK， 那如果你有很多个，你就可以很多个 sub， 最后呢把它串在一起，它就会变成一连串的骨牌效应，但都不是一次做完，你可以分阶段，这个做完换下一个换下啊，全部再把它串在一起，好 ，OK， 那就全部完成了。好，所以请各位试一下哦，刚刚讲的部分哦，那如果说你那个假设哦，有一点点不太熟没有关系，刚刚这个是第四列的。 我刚刚做的是这个跟这个，清除是由上面写完的东西贴上来改而已。好，OK， 来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哈。那尽量就熟练这些东西啦，以后哈我们写来写去都会写这些东西。为什么？因为以后你在执行那个东西，一定会不止一个储存格，而是很多储存格，啪一下就全部完成了，哦。 而且你有很多栏，没关系，多写几栏，然后一直跑，一直跑，一直跑，哇，感觉好像他帮你做了很多事情哦，这感觉其实还蛮棒的，因为实际上你根本没做什么事，你只是按个按钮而已，但是事情就做完了，哦，所以有的时候是解决一件事情，就是彻底解决了，哦，以后的话你不用再为这件事情再重复做很多一样的事情，哦。 试一下，把那个刚刚的那两个程式哈，尽量理解的哦，不要用死背的哈、哦。